好。镜头可以吗？可以。我会记得去结单，是今天的关键字哦。我会记得去结单，今天的关键字。线上加一的抽两名惊喜福袋，公开分享加留言关键字，抽两名300块购物金。购物金呢，一定要这一档有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抽到？例如说这一档抽到，就是这一档把它用掉，因为它没有办法延续到下个礼拜。对。晚上好，香姐。Hello。我跟你的平板没开。我们今天，的款式，然后会有后面会加一些现货特价，然后有一些现货，所以你们有进来的朋友，不要再出去喽，一定要留到最后。不知道是广告片。对。我今天也有比较早呢、欸。我今天也有比较早呢、欸。我大概9:30到吧，对不对？没有，9:30到啊。我没有10:00才到哦。你真的那边有电那个充电吗？当我传贴文的时候，我知道了。传贴文。Hello， 等我。好，那过程应该可以。好，不是这个线。不是哦，那是这个吗？今天的网络画面可以吗？不是，不然这个，妹妹只有拿这个线。今天的网络画面可以吗？因为今天小帮手不在我们旁边，我们现在在模拟我们去韩国的样子。所以小帮手是没有在我们旁边，他已经回家了。他在家里面操控我们的直播，所以我们今天先这样子有没有？然后如果你们有遇到画面上有什么问题不清楚，或者是断讯、断断续续的话，一定要讲哦，好不好？一定要讲。你可以让我等。然后我们今天的后面会很精彩哦，进来的朋友就不要再出去了。你那边也可以换嘛？换什么？哇，换什么？放歌也可以跟他说。哇，连歌你也可以。哇，没睡呀、哦？直接被你操控了。我们都整个都被你掌握在你的手里了。是的，好。我两个嘛没有钱呀，我懂啦。我们两个也卖不到什么好价钱。所以你也别想把我们卖掉。我用钱的，我钱无当啊。用钱的，我是靠运用一点嘛。耶，快点啦！人数有在上升哦。有来练一下。
因为明天放假，对不对？你给他忘记我，然后死皮啊！好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什么东西？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啊，小王子啊！哦，对啊。那没你刚才有传吗？好哦。文编，你爱不是不是，我叫文编嘞。等下你 iPad 密码几号？0430。哎，你的 iPad 哪样无电呐？剩一趴诶。对啊，要充电啊。昨天几号？昨天最后一组没有坏。对啊，就男装啊。那没关系，那我们从今天这个17号开始，来编号17号开始，编号17，来颜色呢有两个颜色，一个杏色，一个是黑色。然后这一件啊，它就是有没有有那种 feel 三叉一身的 feel， 然后它的袖子。跟他的下摆，下摆有没有袖子跟下摆超级好看，然后颜色呢有黑跟杏，黑色跟杏色两个颜色，黑色跟杏色两个颜色，来几号？24哦，18。来，所以你这个充电的，来，他的肩宽，那你去换你的，干嘛抢我工作？是，我想在这，他不小，奇怪，怎么抢我工作？怎么不去换你的衣服？他怎么了？我一直想要站在这边啊。好一把。来，今天关键字就是我会记得去结单。今天一定要留到最后哦，后面有彩蛋哦，后面有彩蛋，一定要留到最后。线上的朋友再帮我公开分享一下好吗？那我们破200一下，昨天有破200，那我们破200，然后我们今天啊，今天就是后面衣服有一些现货，然后有一些现货特价，所以你们一定要就是在线上，不要出去哦，不要出去，不要出去。好，我念一下我身上这一款的尺寸，肩宽39，胸宽52，袖长52，袖宽20，衣长61，可以穿到 L 号，有弹性，有弹性。我觉得它的布料很特别，它的布料呢，就是有点很像那种扎实的雪纺布料，它的料子很好，然后你看它的手袖。整个是做那种百褶的感觉，下摆也是哦，一整圈全部都是这种百褶的感觉。但你可以特别爱看一下号码，因为有一点啊掉。的顺序掉不掉？掉，有一点。猪猪你来了，苏瑞也来了，我会生汗喽。你们晚上好哦，吃饱了吗？今天吃饱了吗？晚上吃饱了吗？然后这一件我觉得穿起来好有质感哦，它就是很像专柜的衣服。然后后面啊，这里有一颗扣子，然后上面是珍珠。然后颜色有杏色跟黑色，黑色穿起来很瘦。对呀、啊，开始了，小 B 开戏啊，打开戏啊！我们刚开始，对，刚开始。颜色还有杏色，我觉得杏色也很好看。你们这样一套加也可以。那如果你黑色裤子配杏色的上衣也是可以，也是可以的，就是可以这样子搭配，或者是这样一套黑色也可以。然后你再围一个。格子围巾，或者是那种有没有
爱马仕的围巾啊，那种那种花纹的那一种，就是有花花的那一种围巾，也可以系在这边，就感觉这里比较不会那么的空，好不好？然后这件打折下来才1230哦，这件很优惠，这件价钱有没有跟专柜比，是不是差很多？然后可以建议就是穿到 L 号，大 L 也可以，只是说大 L 穿起来就是合身，然后它布料是有弹性。目前还没有，这件还没有刷毛，它就是有点那种扎实厚棒的那一种雪纺布料，它的布料其实材质很特别，然后我觉得它这种下摆跟手袖啊做的这一种压褶的感觉，这个很特别哦。然后这个啊，你们怎么洗它就是会这样，它不会说那个纹路会不见，不会，它就是这种特殊处理过了。 OK， 那两个颜色哦，喜欢的直接打17，然后黑加一，17信加一，两个颜色让你们加，可以点菜哦。那我就要先拍照咯，好不好？那进来的朋友再帮我们公开分享一下好吗？再帮我们公开分享一下，然后公开一定要公开哦，一定要设定公开，然后分享，这样子抽到你购物金才是可以用的，要不然就是会让给下一位哦。好，有想要看新色吗？我觉得新色也很好看哎、欸。后面咖啡色背心。今天。对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会介绍。咖啡色背心也是我们这次的新款，是。会介绍哦，这次会介绍。我换个新色给你们看，我觉得新色也很美，新色的那个百褶的纹路啊比较明显。这个1230真的很可以耶、欸，因为专柜这个一件花10000多块，超好。像专柜这一种衣服啊，一件都要10000多块哦，料都差不多啊。对，料子的料都跟我们这个差不多。对啊，好啦，没，你有讲话吗？我没讲话啊，没事。关多音嘛。对，我就是听了没被过。然后现在穿杏色，杏色也很美，杏色其实也很有质感。如果你不想要一整身都是欧噜噜，哎，欧妈妈喂，其实杏色也可以，杏色来配黑色裤子啊，你走好，杏色来配黑色裤子 ，perfect， beautiful， 好不好 ？beautiful， 真的，那个 YU 打这样，这样可以吗？不行，YU 你打，那帮他录一下就不行。好，啊，如果特价这样打是不行的哦，可是尽量要打正，可以追加的，你们这样打可以帮你录。可是如果等一下卖现货特价款的话，一定要打正确哦。对，尽量打正确哦，因为你后面的现货特价如果打这样子的话，是不会入单的，抢不到的，抢不到。所以一定要打17黑加一，每一个字都要正确，然后不用有空格，不用空格，好不好？那我现在穿的是杏色，材质都是有弹性的，弹性很好。然后杏色我也觉得很好看，因为杏色的这种纹路啊比较明显，有没有？杏色的纹路比较明显，下摆呢袖子超好看，后面这里又加了一颗珍珠给你们。这样子，我站远一点给你们看。好，整体啊穿起来其实很像专柜的上衣，专柜的衣服啊，真的很像专柜的衣服，很像星光三月买的，有没有？对，星光三月。好哦，你们怎么那么安静？可以讲一下话吗？你们今天晚上吃什么？而且那件的扣子坏掉了，还是就不用拉，你就要穿另外一个颜色，这样吗？我先忙一下，好 ，OK 哦，好，那杏色是这样，超级好看，好不好？杏色这样很好看。婉宁还没吃，我们只要是直播的时候，我们都吃很早，我们大概5点就吃饭，然后有时候会遇到就是便当来比较晚，所以我们就会吃到。哇，是肯德基，我们昨天是麦当劳哎、欸。然后早上还去唱歌，还吃了咸酥鸡。对啊。哦天哪、啊，
欸，今天一整天都吃炸的呢。领导也说他自己已经三餐都吃炸的，昨天晚上吃麦当劳，今天早上吃咸猪鸡，然后今天下午也吃咸猪鸡。猪猪说吃麻辣烫，猪猪你是自己煮吗？还是用包的？麻辣烫好吃，可是家里面只有我吃辣的。我也不吃辣。对，小朋友也不能吃辣，就只能跟朋友出去吃麻辣火锅。我跟你帮我拍信色哦。同样一家的，跟上衣是同一间的，所以你们可以配一套，因为材质是一样的。然后裤子是可以穿到 XL， 裤子可以穿到 XL， 还是你要穿别的颜色？来，它的腰围呢是35-57，臀围57，大腿32，小腿18，裤长90。那 XL 穿呢就是合身哦，可是它的布料呢都是有弹性的，整个布料都是有弹性，然后它的面料跟衣服是一样的，就是那一种比较扎实，就是扎实的，很像雪纺布料。然后这一件的裤子的特色呢，它的口袋啊，这里有一条车线，然后车圆弧形的，黑色粉就比较低调，看不出来。然后它的裤脚。有没有裤脚一样，跟他的这个衣服是一样的，都是有做这种百褶，然后这种材质都是特殊处理过的，你就是怎么洗，他那个百褶就是已经拉出来了，没有，就这样像毛毛虫的样子，先把它涂一条线。那个百褶啊，你洗了它还是会，就是那个百褶还是会在，还是会很漂亮。它这种就是有特殊处理过的材质，然后裤子也很好穿。然后我身高160，穿起来就是大概9分，刚刚好，好不好？那如果你身高比较没有那么高，你就是拉高腰一点，因为这个百褶的部分啊，如果折起来的话就不好看，你一定要给它这样子，有点那种有点 A B 裤的那种感觉，整个下缩，这样才会好看。那如果你是真的不高的话，其实你的裤头在反折，有没有？你如果是150公分、155公分的话，你就是裤头把它反折，然后衣服盖着就好了，可以这样子穿。裤脚不要折，裤脚折的话就那个型就不见了，好不好？然后这件才1290哦，才1290，打折下来才1290，颜色是黑色，喜欢的要打18，然后黑加一，18黑加1。后面呢是没有口袋的，没有口袋，可是你不用担心说它很贴臀，你的内裤的痕迹会跑出来，不会，因为它是有一点点磅数，它不是那种很薄很薄的，会整个贴你的屁股的那一种材质，不是哦，对，不是哦，对啊，然后喜欢要打18黑加1哦，18黑加1，这件真的很好看。然后希望你们可以一套一套加，因为我觉得一套穿起来的材质就是那一种质感真的很好，好不好？而且真的不贵，专柜的话这样一件都要10000多块，衣服也要10000多块，这样一套都要20000多块了。可是今天不用，上衣1000多，裤子也1000多，都这样子一套没有超过3000块，好不好？没有超过3000。然后你线上加一，我没有抽福袋，公开分享我没有抽购物金。好了哈，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分享哦，我们还有一个红利回馈给你们，是不是很好？是不是很好 ？OK 哦，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它百褶多美，有没有？这百褶好看耶，整个材质都是有弹性的，真的很好穿，超级好穿，完全没有刺，然后弹性很好，这个可以劈腿的裤子，好不好？舒服啊，舒服，真的超级舒服。那我先拍照咯，喜欢的自己加，嘿，好，
吗？还是裤子？哦，不会，我后面也其实也没什么东西。好哦 ，OK， 那换奇董，奇董，换我的奇董来了，奇董，男装来了，男装，那女生其实也可以穿啦、啊。对，奇董来了，还有几个颜色？两个色哦，好。两个颜色，来编号是我们会有跳号哦，我们会跳号的像三七，然后有两个颜色，然后这个是灰色，有一个是灰色，然后奇董身上是蓝色吗？好像有蓝灰色。没事，你会跑出来吗？蓝色灰色吗？有蓝色跟灰色，那个 LIS， 刚才我的这件裤子可以穿到 XL。18号的裤子可以穿到 XL， 然后这一件呢、啊，它一样是水洗色哦，它的布料非常好，是水洗的，而且它没有很厚，它算比较薄款，它也没有刷毛，然后整件男生女生穿都很好看，然后一样是这一家的男装这一家 ，HiFi， 对 HiFi 哦，然后它的特色呢，就是在它的下摆，你看它有做这个很像两件式的感觉，加两件格子哦。它是接格子，然后这个格子的布料啊，就是有点毛呢的感觉。它是衬衫布料，可是它的表面就是有点像摸起来是毛绒的感觉，有没有？然后它这个这里扣子前面有个大口袋，立体的，是可以装东西哦。后面就是这边还有做一个打结，很好看。它的版型啊，版型很好看。然后捏一下尺寸。对，然后它下面这个下面是抽绳，它可以稍微抽绳，然后就是穿起来有点抓皱的感觉。对啊，就是很像穿两件式的感觉，很像穿两件式的感觉。编号37，然后它的尺寸呢是肩宽50，胸宽60，袖长65，袖宽27，衣长74公分，下摆65哦，所以它是从S 到 XL 都可以穿，都可以穿，男生女生都可以穿，颜色有蓝色跟灰色，只要1600，只要1600哦。哎，这个真的很好看的、啊，而且它是钉扣哦，它这边是做钉扣的，也才只做后一起做钉扣这样子。外套1600便宜。很便宜啊，这边有啊，这边。那1600，然后水洗手染的对啊，然后又加两件，真的很划算，好不好？超便宜。真的很便宜哦，两色看你喜欢什么颜色都可以，我觉得两色都很好看，两色都很好看，可以货到付款吗？可以哦，可以货到付款，这样子，两色哦，然后它的水洗的颜色有点灰蓝的，有没有？而且水洗色是韩国才做的出来，有没有？它颜色就是有点灰蓝色，很好看，就是你单穿也可以，然后做。就是单穿，然后做外套也可以，两穿哦，两穿的。然后它下面接的那个格纹，像两个是一样颜色的。对啊，两个是一样颜色的，两个是一样的颜色。下摆接的那个格纹一样颜色哦，就是它是灰蓝色，可是它下摆是那种蓝色的格子。然后这个是杏色，灰。不对啊，这件是蓝，这个是咖。哦，灰嘞，灰哦、啊，哦，这是灰哦，就是、蓝色跟灰色嘛，对、啊，蓝色跟灰色两色。对，然后灰色的话，它下摆是接这个蓝色的格纹哦，接一样的，两件都一样。发型赞。它这个比较像是杏灰嘛，然后这是蓝灰。对啊、哦。因为水洗的话，它通常都会有一点点灰的感觉。对啊，就好像啊，就新色，有点洗旧的感觉。它颜色做的很漂亮哦，颜色做的很好看。然后有点落肩，一点点落肩的感觉。然后这件只要1600呢，喜欢的话帮我打37带颜色加一哦，好不好？对，它可以当外套，也可以当衬衫来穿。对啊，两穿呢 ，CP 值很高哎 ，CP 值超高的，超好看。对啊，看你们喜欢什么颜色，两色都很推，两色都很推。冷鞋啦，我讲冷鞋，你们都可以看你喜欢什么颜色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好看。对啊，就是男生女生都可以穿，男生女生都可以穿的衬衫式的，有没有人喜欢？有人介意无？有没有人在讲话？我今天这样播效果应该还不错，就是应该还蛮顺的。今天这样应该 OK 啊。
顺吗？顺啦，没顺吗？没下顺吗？下顺什么意思？可以可以可以，那我们去韩国就这一套了。哎、欸，非常好哎、欸，稳到不行哦，稳到不行。对，哎、欸，我们下哎、欸、是下个礼拜吗？下礼拜要去韩国，我们要去四天，我们要去四天，你要把钱存起来，知道吗？果粉。不要乱花哎、欸！对啊，有没有可以许愿呢？啊，不一定会成真。许愿可是成真几率不高的。可以许愿啊，然后不一定会实现，好不好？可以许愿呐、啊，不一定会实现，这样子懂我的意思吗？然后这次我们会去比较多天一点点，四天，所以可能卖的东西会比较多一点点哦，好不好？卖的东西会比较多一点点。还是要来投票，就是比如说什么老爷爷，然后什么乐天市场什么的。哦，可以啊，还是你们觉得？老爷爷啊，就是草莓干、鱿鱼丝，或是那个乐天超市这样子，你们挑，就是还有棉被啊，老爷爷那边就有南大门就有棉被了啊。对啊，就是乐天超市啦，或是球，就是那种什么球鞋店啊。嗯，对啊，球鞋店啊，就是你们比较喜欢什么，你们可以。那个你们就是看你们想要什么东西，然后可以私讯，或是你们可以打上来，好不好？打上来就是你们许愿的东西，老爷爷草莓干啊，或是你们想要棉被啊，或是想要球鞋啊，都可以，好不好？刚刚那个打地址，你叫佩文私讯他好了。佩文，嗯，佩文私讯一下哦。你这样谁听得到啦？那个 Y， 我截图给他。好，你截图，你截图给佩文。好不好？来，喜欢的话帮我打编号哦，带颜色，编号带颜色哦，还是你要穿另外这个？我先拍这个颜色。好，我已经快看那个了。这个圈子怎么他快要后仰了？对啊。好，棉被体积太大好记吗？小 B， 我们可以真空收起来了。应该会挑吧，就是会挑那种不到盖够的。对啊，就是我们会挑，就是现在还可以盖的，就是比较薄一点点，没有那么的厚。然后我们那个的话，可能就是会真空吧，会真空用寄的这样子，就是体积不会过大。我们可以，因为我们没有卖过，然后我们想说先卖看看，看好不好寄或是怎么样。如果不好寄的话，我们下次就不要卖了。因为如果太大的话，可能就是顶多不能寄全家。就是可能就是只能宅配啦。如果你们有买棉被的话，就是可能用宅配吧。我觉得到时候再看看嘛。如果说一两包的话，看看多大。好哦。也是可以啊，你们可以许愿哦，好不好？可以许愿。哎、欸，这颜色好像比较好看，比较亮，然后刚才是比较暗一点点，对不对？这好配你的裤子哦。对啊，其实这两色都不错。这个颜色好配你的裤子哦。不错。嗯，好看哦，颜色是水洗的颜色，所以你们有喜欢的话，直接在线上加一，然后只要1600块而已哦，它是编号37。颜色有灰色跟蓝色，颜色有灰色跟蓝色两个颜色哦。然后一样就是 S 到 XL 都可以穿 ，S 到 XL 都可以穿。这件女生到 XL 没问题。对啊，它就是宽宽的，我觉得大大的也很好看，因为今年很流行那种男装女穿。Yes， 是不是男装女穿？你穿穿看男色。男装女穿，好咬舌。男装女穿。男装女穿，对啊，女穿，哦、嗯呢，女装男穿的，女装男穿，女装男穿，超强，真的超，你有啥来更你啊？好，先不要，你出来可能会吓到，算了，我还让你穿，我穿，你要穿个垫垫。你不要啊，你就那个背心标出就好了，背心标出。好，不要说可能不行的，这样会很不得展呢。我要换一件裤子。
这个其实女生啊可以当洋装哎、欸、啊，就是下身失踪，妹妹那一天也是穿这一件。下身失踪。对，妹妹那一天也是穿这个，然后里面是配短裤，短裤其实也是好看的。还是你先把里面那条裤子脱下来。我先脱下来。试试看这样子有没有下身失忆。下身失忆。什么下身失忆？失忆下回啊。下身失踪。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要是下衣失神。对呀、啊，哎、欸，你们都没有想要许愿什么，还是你们觉得说你们许愿是没有效的？谁？有啦。不想要许愿。有时候会发生。对啊，好不好？你们可以许愿，让我们知道说你们我们去韩国，然后你们想要买什么、啊，对不对？水果不能买而已啊，其他应该都可以买啊。牛肉、猪肉、哦，猪肉也不行，就是可能泡面那个也不行。后面要看，是我觉得先不要，哦、因为看到时候如果说进到有猪肉的话，就对啊，等了等他搞蛋糕。没有，好像进到猪肉的话是罚钱哦，罚100万，100万啊，还是10万，会忘记了。对啊，他好像他们都好像不敢许愿哎，为什么？因为不会实现啊，哦，因为不会实现啊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要讲什么是不是？因为上次想说，哎、欸，你们都一直在讲，可是好像没有到球鞋，因为然后他们要讲到球鞋跟棉被，我们都没有。他看看，觉得我们只是随便讲的，不是？我跟你说，当下你在韩国的时候，真的很想要，例如上次我们要本来去卖那个什么老爷爷，对，我们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是太累了，然后时间真的来不及。时间来不及是时间的问题，没有是因为晚上我们还要去那个东大门，我们时间真的完全没有办法，就是再跑去老爷爷那边，然后再回来东大门这样子。对啊，来不及，真的来不及，所以我们只好舍去，就是不好意思，就是对你们那个有没有？可是我们这一次九成会去，九成会去，都去四天了，我的腿很短，我腿很短。有电话吗？九成会去。有想要买什么东西，想要叫我们代购什么东西，都可以先许愿。对，然后我们看到你的心愿有没有，我们就会去，九成会实施。然后女生呢、啊，你就是可以当洋装，因为它其实够长。然后如果你害怕里面没有安全感的话，你就是配一件短裤，可以这样配一件短裤在里面。然后打开，如果你是配短裤，然后棉 T 在里面，这一件是当罩衫，把它打开当长版外套穿，因为它其实接这样子其实真的很好看，有没有？你看格子，然后对它的下摆真的是它的重点，格子然后接这种水洗布料，而且不会很厚，就是正常的厚薄度不会很厚，穿起来很舒服。然后我觉得男女生真的都可以一起穿。对啊，好看哎、欸！你可以跟你的男朋友或是你的先生一起穿。没呀、啊，没有，可以这样子，可以跟上面情侣装哦。情侣装。对啊。OK， 那我拍照啦。好，拍了吗？哎、欸，拍。这次还没拍。我看一下。刚拍蓝色而已。啊，那我换那个，换红哥，换红哥拍。对，好。因为刚才也蓝色拍了。刚刚不是也是我拍吗？好，拍一个女生穿起来的。好，以上啊，来上，我小碎耶，小五百吧，你哦，别这个五百，你把它顶起来，准备起来，好，后面不用了，哎，好 ，OK。狼嘞，人数怎么掉了？没有破200就算了，人数还掉了。人嘞，志瑞，来，小 B， 来哦，嗨，哟，起床了，哟，起床，不要再睡觉了。对啊，欸、都没有许愿嘞，只有小 B 说棉被，问棉被而已。棉被其实我们自己也很想买，我很想买啊，我妈一直叫我说，欸、你去的时候可以买。一件棉被回来嘛，因为其实韩国的棉被啊，像我在盖的一个毛毯也是韩国的，然后真的很保暖，然后重点是它不会很重。小兵按着，
哎，是啊，没事，只是在提醒你，叫你一下，因为太想你，怕你们出去啊。对啊，小 B， 我是毛毯，我觉得太热了。不会啊，哦、冬天可以啊。潘娜，我潘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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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有？就从来没盖过毛毯。那你冬天盖什么？就是厚棉被而已啊。厚棉被。那你夏天盖什么？薄棉被。不然，不是、啊、冬天厚棉被，夏天薄棉被，对啊，就这样子，不然呢？它是什么东西？是羽绒，就是毛毛的，就是摸起来是毛的。你知道我跟我黑妈是大姐会放我床上，然后我把它放旁边那样。哦，可是你的厚，我觉得男生大北调，我那种啊不勒嘎呀，它就是那种夏天也是薄的，冬天也是薄的，都一样，都是同一件。那我觉得不行，女生很怕冷，对我很怕冷，所以我都要很多棉被都有。来，编号来到了，编号来到几号？19号，19，对对对，编号来到19号哦，背心，没加一个颜色 ，GUUL 的，就是这一家的，妹妹头他们家的，然后有两个颜色，然后今天是新的颜色是黄色哦 ，Yes， 黄色是今天到的，黄色是今天到的，然后这件里面就是铺棉，铺棉没有到很厚，就是铺棉的材质而已，铺棉的，铺棉啊，两层诶，你这是两层诶。然后它帽子，它有帽子哦，有帽子。然后前面有做两个口袋，黄色，我觉得黄色也很好看。就是如果冬天呢、啊，你深色的比较多，然后你背心你就可以买，就比较亮色一点点的。然后我觉得这件很轻，我觉得也很好穿，跟我昨天卖的那一件的背心又不太一样了。这个是比较休闲的感觉，有没有休闲款？然后昨天卖的那种比较帅气，比较不一样的风格。看你们喜欢哪一种背心，然后觉得背心要买起来，因为像我们这种天气啊，如果像出去啊，外面有点冷，然后你又穿那种七分袖或是短袖，然后背心你也敢拉没哦，我跟你讲的，刚刚的会烧啊，有无？就是我觉得还蛮实穿的，背心真的还蛮实穿的。然后念一下尺寸哦，编号19号，颜色有咖啡跟黄色，有两个颜色，有咖啡跟黄。然后肩宽呢40，胸宽56，然后袖宽25哦，衣长64，下摆57，一样 S 到 XL 都可以穿 ，S 到 XL 都可以穿。白色笑脸 T 有，等一下哦，我先卖这个背心，等一下笑脸 T 是等一下的。然后这件背心呢、啊，折扣完只要1460，有，等一下白色还有别的颜色哦，哈。背心有两个颜色，有咖跟黄，有咖啡跟黄色，然后一件只要1460哦，1460没有弹性，然后可以穿到 XL 号，可以穿到 XL 号哦，很轻，然后还有帽子，然后帽子可以这样子，这真的很好看的、欸、GUUL 他们家的，然后后面我觉得好看，然后它就是很轻，很适合就是天气凉凉的时候再穿，然后。它不会很重，就是很轻，然后你可以把它折一折放在你的包包里面，或是放在你的置物箱里面，觉得冷的时候再拿下来看，拿下来穿。好，我等一下换颜色哦，我等一下换颜色，那我先拍黄色。
对，来咖啡色的，咖啡色的哦。哪有？对，看起来薄薄的，它没有很厚，它就是它外面是衬衫棉，对不对？然后里面它有接一层那种棉的，所以它是算两层布，它还没有到很厚，小 B。所以它就是很适合现在这种天气穿啊。小芳，咖啡。现在那个电脑那个位置没人坐，好像有怪怪的，好像有鬼在那边的感觉。怪怪的。两色很难选吗，小芳？嗯，看你的衣服的，是你什么颜色的衣服比较多？如果你深色的衣服比较多，你可以选黄色的。我觉得黄色搭牛仔裤，或是里面搭整个都是黑色也好看。然后咖啡色的也是属于比较亮色，因为这两色其实都比较接近，所以我觉得都可以。我觉得这两色都可以，你可以挑一个颜色这样，因为我觉得好好看哦。然后它这边有是一个大口袋，有没有大口袋？这边，哎，这边一样有一个口袋，它两个口袋哦，它有两个口袋，这边一个口袋，然后这里又有一个口袋，所以它总共有四个口袋耶，呜呼。非常好，都很好看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啊，它帽子帽圆也很大，所以不是那种五的三型型，你没要顶起就到这而已，不，它帽子是这样子的哦，有没有？它帽子就是比较大一点点。我是咖啡色控，嗯，我也是，但黄色也很好看，黄色比较亮，黄色是比较亮，可是我觉得这个颜色也很好看，两色都 OK， 两色都可以。好不好？两色真的都可以，然后看你比较喜欢什么颜色。如果想要亮一点点的话，我觉得它的这个黄也很好看。其实 GUUL 他们家的这种黄色真的很美，它的细节非常好，然后它的扣子就是这种咖啡色的。好，这边有个口袋，然后这边又有一个暗袋哦，所以都是可以买，就是可以放东西的，好不好？这个真的要加，只要1460呢。其实他们家的真的卖的不贵，我们想要冲量，所以我们就是价钱会压得比较便宜一点，然后就是赶快卖掉，有没有？就是赶快可以追加多一点，可以冲量了，好不好？就是让他看到我们的量，要让他看到我们的量，就会哎，什么东西都是会帮我们寄快一点，不然其实他们家哎，在叫他们的货的时候都很慢呢，因为我们可能一两天在叫，有没有？所以我觉得就是量出来，你要先去卖肉吗？好哦，不会啦，不用卖肉啊，那么严重。这个真的可以，这个真的可以，才1460哦。然后我们还有红利回馈哦，我算一下。哦，下腰吗？腰没卖哦。他笑脸，我怎么腰没卖啊？你腰啦。你笑脸都腰嘛没卖，咱无哈多。来，你就。你讲英文吗？好的。不哈德。错，就说英文快变好了。不哈德，啊不哈德。只要1387，只要1387吧。不哈德是哪位啊？只要1387哦哈，红利回馈下来只要1387，好不好？喜欢的赶快加，给我们量1387呀。你说肉吗？肉每个人都很多，记得要称重卖哦，价钱比较好。可以哦，可以哦。哎呦喂啊！啊，那喜欢的都可以自己加啊、哦，喜欢的都可以加一下。三八鸡，三八鸡。啊，我买挺多熊啊啦，我嘞咖啡也买挺多。好，算是今仔笑我笑上欢喜啊，今仔讲话怪怪。和我姐姐同名哎、欸，连娟唱歌、哦，对啊，哎、欸，有帮你们录影哎、欸，
我可以先吗？可以现在先不用。现在吗？先没有，现在是先不用。好，好，好，换我身上这件 Rico Rico 呀！大家晚安哦，很努。Hello 喂，晚安哦。Hello， 今天包了你的货，耶、yeah, ！今天又出了100多件的货出去了。今天包到你的货，货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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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包了100多包啊。来，编号来到了20号 ，Rico 他们家的有没有很好看？两个颜色而已。两色都可以买，好不好？两色都可以买。然后 Rico 他们现在啊，现在已经是那种毛巾布料了，薄款的毛巾布料。然后他这边都是那种刺，用那个针织的下去刺的。叫姐姐，好，叫我姐姐。好啊，那就是有两个颜色。然后他们是 Rico 他家的毛巾布料啊，它有一点厚度了，它是毛巾布料。然后我来一样，它都是球状的造型。我先来捏一下尺寸哦，编号20，颜色有白色跟黑色两个颜色，肩宽41，胸宽53，袖长50，袖宽20，衣长65，下摆50公分，可以穿到大 L 或是 L 号，大 L 或是 L 好不好？叉 L 可能会比较紧一点点，因为它就是胸宽只到53。我重量一下哈。好。不相信53就对了。对。真的不相信53，来，让你猜多少？55。对，55。可以穿到 XL， 可以穿到 XL， 因为他胸宽有到55，我没礼貌改一下。其实 Rico 啊，其实 Rico 都可以穿到 XL， 因为 Rico 那些敌军的，你东西 Rico。对呀、啊。很好。那个有一件裤子哈，太小了。那我们去隔壁换哈。隔壁，对对对，隔壁那一间。对对对，隔壁那一间，我们去隔壁那边换。对对对，阿里阿里要去隔壁。对对对。来哦，编号20号，这件只要660哎，660，果粉们加下去，小黑黑，可以穿到 XL 号哦，可以穿到 XL 号，喜欢的帮我打20黑加一，20白加一，它的白色是不会透明的，是因为它里面是这种毛巾布料，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它不会透明哦，好不好？不会透明哦，重点是它的版型都超好看，超好看又很挺，挺的哦，哈，一起挺。我扣在门框子看哦，哈，两个颜色，喜欢的帮我打20黑加60白加一，只要660元呢、欸，有没有果粉们660而已，不是6600哦。两个颜色有黑色、白色都没有选色障碍，谢谢。6600可以买10件。对啊。660而已哦，喜欢的赶快加，然后我们线上加一的，我们有抽2名那个。那个惊喜福袋，惊，好啦，你387，1387，对，第一次买都没入单吗？婉玲，有啊，这个都是可以追加，所以如果你有加一的话，一定会入单，好吗？一定有入单，下播后才会入单，下播后才会入单哦，婉玲，下播后大概10分钟，你去你的购物车看，就是会有。衣服在里面，如果你有加到的话都有，然后现货啊，等一下会卖现货特价款，你一定要加正确，一定要加正确，如果没有加正确打错的话是没有办法去入单的哦。对，好哦，那这件真的可以加，很好看哦，那我拍照咯，20白加一，20黑加一，660哦，请到XL这可以包色哦，对啊，可以包色，660是要让你们包色的价钱。对，然后白色不用担心会透明，完全不会透明，因为它是毛巾布料，比较厚款的一点毛巾布料。对，哦哦，哦哦，婉玲，哦哦，对，了解，不客气哦，不客气。其实，在我们这一家买真的还蛮简单，如果不会的话，小帮手都会教你们，也会帮你们用，所以你们就不用担心，好不好？啊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私讯的哦。
海绵套来到了21号，然后这一件是我们之前卖过的，然后因为对可以追加，可以追加，是因为我们最近的裤子比较少，所以我们还是拿我们里面有的现货，然后它是可以追加的。然后这个来了啦，箭头就收，奇异果顺风顺水顺财顺运顺顺利利发大财，哇哇哇，非常好。660包色两件吗？对，不是不是，660是一件哦，660是一件。然后如果你要包色的话，你要帮我打20，黑加送出，再帮我打20，白加送出。我的意思包色就是可以买两件。他的意思660包色吗？两件没有没有，是一件660，不是两件哦。好，我没豆糖哎。没有啊，来编号21号，21号。来编号21号，它就一个颜色深蓝，它是深蓝色。然后腰围呢是30到51公分，臀围65，大腿37，然后小腿25，长度96，裤长38，可以穿到 L 号，好不好？这一件就是不大不大，它腰围只有到51，所以它是可以穿到 L 号或是大 L 都可以 ，L 大 L 都可以，没有弹性哦，只要1190。只要1190，它比较像南瓜裤，有没有？它比较像那种南瓜裤的感觉，前面有打折，然后整圈都是松紧带的，然后裤骨后面就比较松一点点，有两个口袋哦。超便宜的190，对190，而喜欢的都可以线上加一，可以追加，可以追加。这个是我们之前有卖过的，好吗？之前有卖过，然后不是风品还不错，是就是配个它。就是觉得好看可以再卖，因为他们现在后面都是出有刷帽跟铺棉的，对。然后像这个是还可以追，然后它的厚薄度呢，就是跟就是很适合我们台湾的天气，是。所以因为下就是裤子比较少，所以我们就是拿出来再卖一次，然后你们就是还可以再追加。对，如果我们上次没有买到这一件的人啊，就是可以再回购这样子。然后只要1190哦，然后喜欢都可以自己加一哦。这两个棉包特别赞啊，美美，赞啊，美美，赞啊，美美。OK， 好，那我当哎，我当哎，好，一当，欢迎齐董，有需要这样吗？好像吃锅锅炒丸，日日顺，月月顺。齐董可以把你的帽子往下拉一点吗？太高了，不是啊，这样往后吧，往后。哦，这是卡住啊，头那么大，还有这是 S 号的。这换太高了。来，我们的齐董，齐董，一样是外套。然后这件外套的颜色有绿跟杏，绿色跟杏色。然后编号是几号？编号是好问题，我讲。我的号码，哎，号码我觉得怎么样？我可能会哦，好，谢谢。你这边出现那个最后一号吗？对，好，好像是对，对，哎，对。那所以是几号？所以是几号？16号。好，16号。编号16号，编号16号。今天会有2F33的裤子吗？没有，目前好像没有。啊，排扣是那东西，我今天红色排扣的东西，需要一件内裤。那怕破哟。来，这件外套啊，也很特别。它今年哦，今年都是走这种有点很像工装的感觉。然后它的口袋呢，对哈、哦，来有哦，我们等一下会有2F33的裤子哦，等一下会有啊，不要出去哦，好、哦，进来的朋友不要出去，等一下会有2F33的裤子，杏色跟绿色两个颜色超好看，重点是它的布料很特别，它的布料呢是有一点点，就是上面这一块它是有一点格纹。它的布料是有点格纹，可是是没有颜色的格纹，它是这一块布料 的格纹布料。这里它又做那种衬衫布下去做拼接，就是它是两种材质下去做拼接，一样都是衬衫面。
然后这个是没有帽子的，它就是做这样前扣式，然后它的口袋呢也非常的好看，口袋四个口袋都是做立体的口袋，上面有扣子，好看耶。对，然后齐董穿的是杏色，还有一个绿色，两个颜色都很美哦。然后它的下摆两侧有抽绳，下摆两侧有抽绳，就是如果你身高比较没有那么高，其实你下摆呢可以把它拉有点弧度，有一个弧度的感觉，会非常的好看。是这样子吗？对。然后手袖啊，这里哦，它做这样很像那种风衣式。这个你去买的那个牌子的杯垫。对啊。袖吗？哦。很像这种风衣式的这种袖子。然后啊，它袖子呢，袖子呢，它这里啊，如果你想要把它紧，用紧一点的话，它其实有三颗扣子可以调紧度，可以调紧度，然后就看你，如果你想要调紧一点，就也可以调松一点也可以。然后像齐董的话，它是有点反折，因为它的手比较短。对，没有啊，是这件稍微有一点点长，外套长，然后手短。对，其实反折起来也会很好看。对，对，然后来尺寸，内里是那个是铺棉这样子，它是有内里的，它是有两层。好，然后这一件呢打折下来是2670，肩宽49，胸宽73，袖长66，袖宽30，衣长72，男生一样可以穿到 XL。好，内里是像那种西装的那种铺棉，就是它是有一个两层，还有一个内里。做一个内里，所以它其实是也有防风的效果。然后我觉得它的口袋很特别，口袋呢做四个口袋是立体的，我觉得还蛮好看的。好看欸，对，而且它布料是有格子的感觉。对，它的布料很特别，就有点就细节比较多，比较像工装啊。对，裁成像工装。其实今年还蛮流行工装，但是放手机对不对？因为它比较长。哎，对，它真的是一个手机的那个尺寸吗？对啊。因为这个放手机的哎，就它上面这个可以打开可以耶，四个口袋都是可以用的。材质很好哎，材质超好，材质真的超好。这个是安慰绿色哎，你当时在穿绿色，你可以好劲的给我穿绿色。我觉得他不喜欢绿色，我喜欢啊，他不喜欢。对啊，好趴哦，真的，他是在穿那种有点，你要穿游行也可以。态度也可以，超有态度，超级有态度。女生穿的话是这样子。我昨天在看你那个梦中情人皮肤，真的啊？对啊，哦，真的啊？对啊，可是他好像没什么精神，看起来跟以前好。啊，他就是因为遇到你啊，真的，又来了，少了你，乱讲乱讲，少了你啊，怎么可以呢？买绿色哦，绿色这样子，绿色，女生呢差了哦。2L 就 XL 2L 可以 XL 跟 2L 可以，然后它外套啊其实很轻，它不重，然后其实它没有破3000块，我觉得真的很便宜，因为它是男生的外套。然后下摆呢有抽绳，就是你可以把它抽一个型，对，抽皱皱的，对，就可以抽一个皱皱的型，对，抽起来那个放在家。好，黑风加一黑风，我觉得这个绿色也很好看。其实今年也很流行绿色，那如果你是有绿色的外套的人，其实杏色也很亮，好不好？然后这一件是胸宽有到73哦，所以它其实它这个本身就是要穿宽宽松松的，它不是合身的外套，这个就是要穿宽宽松松的感觉。对啊，对，欸，这个可以买。对啊，多少钱？2670哦，哎，这个很便宜，这个如果北脸的话，一件都要6000多块。它上面那个布料很特别，然后上面布料有点格纹。对啊，这，就是格纹的，阿妈在上面料哦。对，它的衬，我觉得它是衬衫面，对，它是衬衫面。可是哦，这种料子哦，它其实不太会皱，它这种料子其实不太会皱，这种特殊布料。这种材质是特殊布料，它跟我们的那一种一般那种衬衫面的材质有点不太一样。对，然后你在穿的时候，其实它也是有到防风的效果，因为它里面有再加一层内里，有再加一层内里。全部是够铺棉啊，那种的啊。整件都没有，就是整件都有。够铺棉哦。所以它是双层的。
这个是双层，里面好像没有，就是衬衫布，然后里面是内里，对，内里而已，对，就衬衫布，然后加一层内里。可是这个啊，骑车也是可以，因为我们台湾的天气其实穿这个其实也够，可以，因为我觉得男生不会怕冷，真的，像这种资料就可以，没错，这个就等。对啊，对啊，根本加款的，例如哦，出个北欧，嗯 ，OK 哦，那我们拍照哦。然后这件的编号是16号，十六号，哎，你先好，没有号码，没有号码，没关系啊，我就不要再讲了。啊，没有号码哦，应该有吧？我帮我看到了，你有看到吗？对啊，是17吗？16，没，16，还是牙有血的，我那边有方便。16，三叉一身的感觉。好，这个可以买给好先生、儿子，是，对，家里面的男生其实可以给他来一件这个，其实真的还蛮有型的，好不好？好。
女生来穿其实也可以，因为这件如果你是 L 大 L 叉 L 都可以来加这个哦，都可以来加这一件，而且很便宜哦，1070真的很便宜，超便宜，1070，对啊，比女生的还便宜，对啊，嗯，我觉得这件比较划算，真的嘞，因为你安晴晴的跟咱王丽晴，啊，你晴晴跟王丽安晴，对，也买一件嘞，嘿啊，好，我刚刚是爱甲咱买，袂使咧买 ，OK， 那我们拍照喽，好。这样拍清楚吗？没关系啊，可以啊。啊，你拍谁？裤子有拍子有啊？哦，45哦。好。好，这手机真强，可以 SNG 连线，然后又可以拍照。后面不用，因为看不了的话，可以一举两得，一举两得，没办法哦。对，不会。我不知道了，等一下我手机会爆炸。等一下，我先把这个拆掉。不用啦，不用拆，不用拆你，不用拆。好，不用拆。好，没说他不用拆啊。好啊。好，换下一组。二二。洋装吗？小六没跳。二点吗？没。二吗？二。好，来编号22号哦，编号22号。这件好喜欢哦。人呢？人呢？还是八千的背？你拿到那一对啊？人，我讲一个。哎、欸，我这样就讲不下去哎、欸。对啊，人太少，没有过200就不要讲了。为难了，自己挖洞又自己跳。可以赶快帮我们分享一下，你分享我们送什么？购物金300就对啊，对啊，300块很多。两名呢？对，所以来人。然后线上加一抽那个哪一个福袋呢？对呀，福袋是。好来，我的上衣来，这个蓝色是今天到的哦，热腾腾的。修哎修！你看连那个价钱标价都还没打。什么？还有一个蓝色。有，今天有到一个新的。有一个蓝色，有一个蓝色。他写什么？我还没写。他还没写。写蓝。蓝。啊，两个人可以尽量比。写牛仔。写牛仔，我看蓝色可以尽量。写蓝写。真。哦，真没志气。写牛仔。我把鞋带绑紧，这样好多了。哦，这样好多了，好多了。这样太松了啦。我因为是因为这样比较好穿脱。哦，也很重要，每个你要绑鞋带对不？那个啥。来，牛仔，然后这个要打白色。对，白色。然后它是切秒。白色。拔色是谁啊？拔色，它是千鸟格的纹路，然后里面要打白色，然后这一件呢，啊，我这个是要打绿色，对，绿色这样子，颜色是这样子分的，然后编号22号，来这一件哦，可以穿到 XL， 而且 XL 穿起来很好看。那一天我卖一个零售的，然后客人来这里穿这一件绿色。瘦到不行，而且它是 XL 的，穿起来好好看，穿起来很好看。它的肩宽43，胸宽57，袖长49，袖宽24，衣长前面94，后面99，没有弹性哦。然后下摆67公分，所以 S 到 XL 都可以穿。Rico 加的哦。然后啊。它的厚薄度呢，就是正常的厚薄度，是，对，正常的厚薄度。然后像这个啊，就是你现在单穿也可以。然后等一下我再配背心给你们看。然后这个啊，有没有前面它是做那种半扣式的，它的扣子是一到一半，可以搭一件长裤。好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配长裤都配给你们看。欸、真的这里它扣子到这边，然后重点是它的口袋很可爱。它的口袋啊，这里啊有一边单边的口袋，然后口袋上面呢有两颗扣子，有没有看到？有两颗扣子，绿色它是配牛仔的包扣，扣子还是包扣哦，这里就没有包扣了，只有这里有包扣。然后后面这里啊，它还有撑一块这个装饰的，蓝色它是撑绿格。千鸟格也是车绿格啊，我这后面车什么？牛仔。对，牛仔。这个是车，后面是车牛仔。对。然后它的后面呢、啊、也有造型哦，后面这里啊它有一个装饰的一个这样子，镜头上看到的这样子，有一个装饰的。对对。好看哎、欸。整件其实都很美。
我觉得它就是，然后长度也很刚好，就是我穿起来大概是六七分。然后这个如果你冬天冷的话，里面可以再加一件套头或比较合身一点的内搭，或是发热。对，然后手袖呢是这样子，它有稍微抓皱，手袖也做得很好看。后面是这样，嗯 ，OK， 然后可以配背心。那一天预告啊，预告就是阿玲是穿这样，可以这样配背心，然后也可以配这一件，只要是背心的话都可以这样子配，啊、可以这样子穿搭。对，其实三个颜色都很好看，打折下来呢是1830哦，1830 ，Rico 加的哦。昨天的一号对不对？这件背心是昨天的一号。对，昨天的一号背心，你们就是可以这样子配一套，可以这样配一套，超好看，好适合哦。它、还有这个蓝色，蓝色呢你也可以配千鸟格，也可以这样配千鸟格，其实这样配起来也很亮，也很亮哦，好不好？这个你们真的可以加哎、哦，穿起来真的很美，好不好？真的超美。然后我觉得，我觉得我们台湾的天气这样子就够了。我们只要是洋葱式穿搭，就一开始你不要你单一件买很厚，你特美而来。如果真的热，当下很热的话，你脱不起来。可是你看哦，这薄薄的，然后外面再配一件背心。如果现在天气冷，你就加这样子啊；天气热，你就把这件脱掉，这样子才有空间呐、啊，对不对？不会说你一件很热，然后脱不下来，对不对？对，是。怎么了吗？好了，怎么了吗？来，蓝色相配也很好看，这个真的可以。其实这件真的 CP 值很高哎、欸，这件上衣真的 CP 值超级高。你看哦，它配裤装也好看，配短裤也好看，配洋装也行。今天啊，情感无敌耶、欸，这件真的无敌，而且很便宜耶、欸。昨天卖这件才1040，对啊，才1040，这个你们真的可以加，这件真的可以加，而且。它是没有刷毛的，然后是毛巾布，这个真的可以，我觉得它 CP 值真的很高。它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用来穿呢、欸，你夏天你就单穿，啊配小可爱，然后冬天你里面就配长袖，好不好？可以穿牛仔。好，好嘞，我先拍照，啊我等一下再配一个长裤给你们看。白呀、啊。我白啊，他不画眉，22吗？22。好，有，好，然后看一下后面。好，我等一下三个颜色都会穿哦。好。配长裤吗？很长裤可以配。很多长裤啊。我知道，我找合身一点。全部都长裤。很绷等哎哦。全都长的。没有短的哦。我找合身一点的。其实这个你们可以配内搭裤，你们那个内搭裤棉的那种内搭裤吗？可以配内搭裤就好了，因为它其实够长。对啊。它其实够长，可以配那种内搭裤，因为我觉得配内搭裤会比较适合。然后配像这一种休闲裤的话，你会感觉说，就是上面宽，然后下面又宽。对、啊，我觉得要配内搭裤会比较好看，会比较时尚。嗯、对，是你可以配，或是配裤袜。哦，对、啊，你可以搭裤袜也可以，黑色的裤袜。现在没有内搭裤，对，你可以自己配一下。我觉得配这个就下半身只要配内搭裤，我们现在没有内搭裤，我觉得配内搭裤会最好看，好不好？刚才那位叫我，就是有请我配裤子的那一位。可以建议你配内搭裤哦，我觉得内搭裤可以。那我换牛仔。好，选组怎么了？嗯、那个它有F 跟 L， 它是两个尺寸都可以追加。那我们两个是 F 还是 M？ 就那一个尺寸啊，它是2L号哎、欸。那之前应该是有卖过 F 哎、欸。我这个鞋哦，是我看上次尺寸表，就是同一个样。一样哦。那还是你要自己稍微做一下。
对 ，L 号的尺寸。我也觉得单穿比较好看可是如果天气冷的话，你单穿脚真的会冷，所以你里面就是可以配裤袜，配裤袜或配内搭裤。我们不是有内搭裤吗？对不对？配内搭裤也可以。对呀、啊。对。然后我现在穿牛仔，牛仔，然后它有口袋哦，该有的都有。它旁边还有两个口袋，这里还有一个口袋，后面这里有一个造型，这里有一个造型。然后现在穿的是牛仔，然后它的牛仔呢？这个都是属于就是正常的厚薄度，有比较偏薄一点点，它就是要让人家来配背心啊，里面再配一个内搭啊，然后单穿也好看，因为我觉得它的下摆的弧度啊做得很美，它不是车，它不是剪裁剪那种平平实实的，它下面是有弧度的，有弧度的剪裁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这个牛仔呢也可以来配绿色的背心，很好搭配。然后昨天的红色没有带过来，要不然配红色的也可以，配红色的也可以，也可以来配这样子，这样感觉看起来比较有层次，对不对？配绿色这样子也可以，其实冬天呢就是可以多层次。嘿呀、啊，夏天的时候，你看全人没有这样做乱的，都到冬天去，对，可以让它有多层次。没错，然后刚刚的这件是几号？你说洋装啊？默契你要买。背心19，对，背心这样子有没有？它来配这个黄色配牛仔，马西 A 赛 ，perfect， 马西 A 赛，阿雷马西好看。其实这个你这真的可以，你用来当内搭啦，对啊，然后外面、okay. 然后单穿啦也可以啦，然后下面配内搭裤啊，你就是多层次穿搭，对，很美，很美啊 ，OK， 让我一起水上会，OK， 然后我先再来调整啊。哎、欸，都有小腿。我充电，要快没电了。好。小小七，来牛仔给你看哦。咖啡。好，咖啡。好，小芳没问题。你有买咖对不对？我跟你说真的很好配。来，小芳，我觉得你可以买咖啡跟黄色，因为它真的就是很轻，然后又保暖，然后又好看。咖啡来了。这个也可以配昨天的那个贵贵的那一件圆领的背心、哦对啊，然后把这个领子拉出来，就很好，也是可以，也是可以搭。那七号对不对？嘿，昨天的七号也可以配，就是你可以配圆领的，因为它这个是属于有领子的嘛，你把这个领子拉出来。那个 JING 背心是19号，高和，然后价钱。多少钱？19号吗？对，1460哦，背心就是1460。1460。小芳，对，要包，对，是包色的意思。对呀、啊。小芳，我觉得这个价钱，然后我觉得这两个颜色穿起来真的都很好看，所以你喜欢的话可以直接在线上加、欸。那个慧珍，这件洋装啊，建议你就是搭那个内搭裤。搭比较合身一点的，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线上，我们现在现场没有内搭裤可以配，你可以配那个哦，1387，对，1387，又是1387，不是我意思说这一件就是1387，红利回馈起来是1387，大家都知道这个1387了，有没有？1380呀，大家都知道这一件是1387呀、啊，小妈，你把1387打出来了，然后叫我小妈呢，1387呀、啊。你是380啊？魏征说我170。背心有两个颜色，有咖啡跟黄色。JING 背心有两个色，咖啡跟黄。咖啡跟黄。你听弟来啊？好，听弟的，听弟。哎、欸，我牛仔阿伯姐吗？哎、欸，阿伯。好，我等一下要穿白色啊、哦。好，那我换白色。你觉得哪色好？千鸟格。好，你们在上面聊天就对了。觉得哪色好、啊？对，没有。我觉得问他啦。哦，不是问我。那个小芳问那个。不是问我。哪色好？不是，他们两个是在上面对答。22号胖胖的人穿起来会更胖吗？不会，很瘦。
因为那天我有接一个零售的客人，他是 XL 的，他来买了一件绿格，他是买绿格，穿起来超级瘦，他马上都没有考虑就说这件我要，而且都没有问价钱，对，因为穿起来很瘦，他是 XL 的，穿起来很修饰。家里规定拢白讲，有啥？伊若像拢发烧，啊，不过毋是确诊，现在确诊过，啊，不过拢会直接发烧的。啊，太安尼咧。可是我觉得小孩也会，你看我儿，我儿子，我儿子那时候也是那个啥，你们有听过猩红热吗？有，哦，就是你儿子。嘿，猩红热那时候他就是也是发烧，烧退烧退烧退三天四天哦。然后你会很担心，然后奇怪，就查不出什么原因，然后身体也都没有什么症状哦。谁呢 ？RSV 是啥 ？RSV 是什么呀？谁呢？有可能的是猩红热，或者是黑叫什么呀？叫什么？叫什么？有一种红疹，那个啥？荨麻疹。不是，有一种囡仔买的热什么热？热。我未记啊，迄个猩红热。猩红热，然后还有一个。还有一个就是身体会那个红疹，你说 RSV 它会发烧四天至六天啊，所以是吗？是吗？是你说的那个吗 ？RSV 是什么？医生有查出来吗？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哦，玫瑰疹呐、啊，对啦，人类亚威哦，亚威你讲啥？玫瑰疹，对，玫瑰疹。小孩啊，小孩也很容易玫瑰疹。对啦，我提供对了，没厉害哦。嗯，然后我儿子那时候，因为我也没有听过新，他说现在是最新的病毒。是哦，小朋友，因为以前我没有听过猩红热，然后都完全没有那个概念。然后小孩就是一直烧退烧退三四天，然后住院，然后住院，然后完全都没有症状，就是一直发烧一直发烧。结果查出来他的舌头。我们有看，就是检查他的舌头就是很像草莓舌，嗯、然后就是几样，他的舌头 的那个就显现出来，然后医生才判断说啊是猩红热，然后胸啊就开始冒那个疹子，猩红热，对，要不然都不知道哎、欸，然后急诊都是这一种哦，我也惊死我，还有 RSV 哦。那个赞啊，妹妹洋装是1830哦，然后可以穿到 XL。可以穿到 XL、S 到 XL 都可以穿，然后就是你们也可以这样子，可以如果冷天气冷的话，就是可以加一件背心，加一件背心可以这样子搭，然后加这个这一种背心也可以。刚刚有买这件背心的也可以来买这，就是加这样子加一套。然后白色这两个颜色都可以配，白色这两个颜色都可以配，好不好？然后都可以穿到 XL。然后白色近看哦，它是千鸟格纹，有没有镜头是有一点点会模糊，可是它近看啊，它的纹路是千鸟格，这个纹这个纹路也很好看。然后它的口袋啊是绿格包扣的口袋，绿格有没有跟它后面这一块是有呼应到的，很美，好不好？1830年洋装，所以啊，你们有去打疫苗吗？流感疫苗？我问了你们有去打流感疫苗？你们有打流感吗？你们有去打流感吗？流感。对，因为每一年都要打一次，然后因为最近是又开始就是一些感冒啊，一些有的病毒，有的没有的，所以你们有去打流感吗？嗯，我觉得应该要打的，因为每一年啊，我们都有打、欸，然后小朋友也会打，小朋友没有，小朋友是什么？小朋友，哎呦，我今天。就是那我赶快啦，因为早上唱歌，然后晚上还直播，那你这样手手这样打结呢？因为就是那个啥，使用过度，疲乏了，我们有舌头疲乏了呀，没有办法减舌，人都是直直的，我弟嘞，杨霜我觉得绿格好看，绿格。很恐怖，有的大人咳嗽一个月都还没好。哦，我觉得咳嗽很烦呢、欸。咳嗽啊，对我们这一种，我你看咱黑少北鹤，对我们这一种很痛苦，因为我生完啊，生产完都会漏尿，然后只要一咳嗽啊，你只要有尿嘛，然后你没有去尿尿，你只要咳嗽或他就会有没有？
有没有，就会尿就会很想跑出来，就会跑出来，然后你就觉得憋不住。所以如果我是那一种真的咳不停的那一种，有没有？因为刚刚缓息，因为刚刚一直会觉得就一直漏尿，内裤漏尿的感觉，哎呀、啊，哦，所以哈、哦，女生生完有没有生产，这是后遗症，嗯，真的，嗯，自然产的后遗症、嗯，就是已经那个膀胱有没有受伤？对啊，牛仔哦，好啊，洋装我觉得三色都好看哎、欸。对，第一个颜色我喜欢绿色，嗯，第一个颜色是绿色，我会喜欢绿色。绿色，然后第一个颜色喜欢应该是细格，就是白色。我觉得要有一点纹路哎、欸，对，因为我们的背心啊会是素面的，素面的背心比较多，所以很好看，所以啊就建议你们加有纹路的洋装。然后如果你的背心是有花样的点点啊格子线条的话，就建议你是加牛仔，加牛仔。要吃带壳的龙眼干可以改善。带壳的龙眼干，然后 S 就说要练带壳的龙虾哦，龙眼干呀、啊，我听错了，我说我听错，我听成龙虾哦，要带龙虾，我说当然我当然，阿力歪讲带壳的龙虾还好，非常好，没有龙虾，吵架了，带壳的龙虾，当然我要吃带壳的龙虾才不会漏尿。不是啊，你又不吃海鲜在那边。对呀、啊，为了漏尿我也可以吃。好，就硬吃下去有没有？带壳的龙眼干哦。嗯，带壳龙眼干。好，就不一定要。可是带壳的龙眼，哦，龙眼干哦，龙虎牙我的家。我想说龙眼干不是都已经剥好了吗？没有、啊。可是那个壳可以吃吗？不行啊，不行啊。啊，带壳龙眼干。那就洗干净等，然后你就把那个壳剥开啊，剥掉，然后称爷吧，称爷吧。哦。我吃过，我吃过。去哪里买？我吃过。带壳的龙眼干，外面都有在卖哎、欸。路边啊。哎、欸，你看我生完已经，我女儿快两岁了，生完快两岁了，还会，很烦。啊，你要练这个啊。肌力嘛，吼。对啊，练肌力。我回家很累，我真的很懒得运动。啊、哦，我也是。对，啊，我这个颜色拍了吗？还没有。前两个。前两个，好。然后我觉得洋装你们真的可以选一个颜色加，我觉得真的很好看哦，好吧？好，这两款变得色了吧？好，这里后面老人家说吃了很有效，好哦，我来问阿妈咧，对不阿妈应该知啊，菜切了哇呵，菜切应该有，就带壳的龙眼干。我、哦、那个好吃，我可以吃。那个前面我再拍一下。好。好。Very good. Very good. 哎、欸，你们进来的朋友不要出去嘞，我们后面会有彩蛋哦。对。后面全部都是彩蛋，因为我们有一些就是今这一个礼拜的新款没有那么的多，所以我们后面有加一些我们的现货，然后还有对，然后还有整理一些现货特价，妖兽显瘦的话是不是绿格？对，两个颜色来比的话，当然是这个颜色会比较瘦，因为它颜色比较深色，颜色比较深色。然后白色的话，它是千鸟格纹。所以它这样子看起来会觉得白色，因为就会比较亮嘛，比较显色。然后这个绿格啊，就比较深色，会比较瘦。我觉得都好看呢、欸，真的，你们这两个颜色还是要包色啊，好不好？因为这个很少有这个、欸，我们洋装也很少哎、欸，我们真的很少会有洋装类的东西。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颜色，因为颜色不一样啊，差很多，所以一个。亮色一个深色都可以加起来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非常好看。下一位，桂米啊，哎嘿，哎桂米哦，1月22的桂米哦。来，编号23号这一只是什么？这只，你们知道这一只是什么吗？狮子。狮子哦，就狮子啊，狮子哦，手绘狮子，哦，手绘的狮子，好，来这一件它一样是水洗布料的水洗棉哦，水洗布料，然后里面一样是毛巾布，
毛巾款毛巾布哦。然后前面这个好可爱哦，它是狮子。好，前面这个是狮子，它是印上去的哦，是仿旧的感觉，然后不会粘，颜色有深灰、浅灰，还有白色，有三个颜色哦。然后这个我觉得白色也好看哎，我觉得它前面这个图案就是很可爱，比较有型。然后它就是做前短，然后后长，做前短后长哦。然后23号可以请老板穿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没问题哦，慧珍。我等一下去穿深色的。可以啊，好，那你等一下穿，要穿什么色？深灰。好。有人点老板的台耶！慧珍啊，慧珍要打我的头啊！哎呦喂啊！他打我头，我已经很笨了，还打我头，他真的很有心。慧珍呢？你带出来那个胖妞去聊。慧珍，哦，我们有人点老板台耶！非常好，非常好，是。太可爱了，有人要点我台吗？我可以穿这个颜色，三个都可以穿，我们今天三个人在穿，有没有？我好嗨，在被北齐，被我老去暖进我今年我给阿文那个穿一支白毛裤啊，哇，个老去暖了。然后我等一下，我吃老板豆腐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会真没问题。然后我先练尺寸好了。来，编号23号哦，编号23，颜色有深灰、浅灰，还有白色。胸宽65，袖长49，哦，可以哦。袖宽24，衣长前面66，然后后面是73，下摆50公分，一样可以。一点点。对，葵燕，原来可以点台啊，可以啊。葵燕，你要看谁，你要看谁穿都可以，我们点台点台啊。对对对。点台，我跟你讲，我两个上俗，我当个上贵哦。对啊，真的嘞。来，这件 S 到菜鸟都可以穿 ，S 到菜鸟都可以穿，男生女生都可以穿，当然来哦。来，深灰。哎、欸欸，可以呢，深灰色。穿女生的衣服，可是男生也可以穿的，对不对？可以耶。哦。女生买给儿子，对不对？是，还是要买给先生？好，那也可以。哦，好看嘞，好看嘞，所以哦。哦、好可爱哦！哎、欸，你穿这个颜色也好看哎、欸，深灰。前面这个很可爱，而且便宜又是你哦。对，而且质感真的很好，它是毛巾布料，是扎实的棉。是，慧珍，赶快加一哦，慧珍。当然，请灰深灰深灰，要的话帮我打23灰加1。23灰加1，可可可。对，慧珍说可，对不对？好的，好老板好适合、哦，慧怡说你好适合、哦。谢谢。谢谢。那我就要看上阿米达，看上阿米达，非常好。老板真的很适合，对不对？你说穿女装吗？对啊，葵燕你也可以来点啊，给你哦。哇，慧珍，谢谢你，深灰慧珍加一了。对，可以点台，那能坐台吗？坐台可以啊，来，你坐着。我坐着吗？来，没有没有，这个是坐在这边，你过来。有有坐台的呀，你。可爱啊，这样子，坐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可以坐台啊，要很熟啊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可以坐台啊，没问题的。我坐完了，我回去了。好，拜拜。对，好哦，那喜欢你们都可以现场加一，好不好？真的很好看，重点是它的棉是真的很扎实的面料哦，男生女生都可以穿。你看，男生穿起来就像董事长这样。董事长不用，不用。起斗，老板有裙子也可以点台吗？那个会议老板没有裙子哦。如果有裙子可以让他穿啊，可是我们裙子很少耶。我们这个裙啊，我今天嘞。泡吧，泡吧。没亲戚。哎、欸，然后一张舞哦，一张配上，谢谢小米，那个啊。哎、欸，然后去当花瓶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这样可能也不错哎、欸。我觉得不好吧。好啦，可以不好。裙子对啊，裙子不好啦，裙子不好意思叫他穿出来。哎、欸，真的可以加，而且只要多少钱？1240哦，1240，三个颜色都可以加。
白色、深灰跟浅灰，有三个颜色，然后 S 到 XL 都可以穿，男生女生都可以穿，男生女生都可以穿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中间这个图案真的超可爱的手绘狮子，勾鸡，勾鸡，好不好？嗯 ，OK OK， 我你先去。哎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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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应该看就好了。哦，啊，还我。这个掉下来了。好，那等一下。哦，芬妮，今天太早起床了。哎，也不是说太早起床，是太早出来了。有没有？我们今天去唱歌哎。晚上直播吻。晚上直播，早上唱歌。对啊，笑哎、欸，折磨自己，有没有？欸、傻眼，我昨天十点才回家哎、欸。啊，十二点去哪？订了订单呢、啊。哦，不是真的哎、欸。对对对。然后忽然什么订单崩出来？哪来订单是吗？对，我昨天订到十二点多。哇。芬妮说太慢来了，没关系啊、嗯，现在来得及耶、欸。Okay. 我们后面有彩蛋哦，彩蛋呢，进来的朋友不要出去哦。来，编号身上这个裤子是24号现货哦，然后有几件啊？一件哦。来，编号我身上的是24号，只有一件现货哦，卖完就没有了，因为就是现在他们都出货款了嘛，所以我们就是现场有什么保款的，我们就拿出来卖，好不好？现货只有一件，好不好？现货只有一件。然后腰围呢是34到54公分，臀围49，大腿28，小腿20，长度88，裤档33，可以穿到 L 号或是大 L， 只要1150，只要1150哦，只要1150，它的腰围的弹性真的很好，只是说它的屁股这边就没有那么的大，这就是建议穿到 L 号，好不好？建议穿到 L 号，只要1150哦，1150。然后呢，下摆呢就是这里，有型，哦，下摆有型哦。没这件还有吗？还有。下摆很有型，就一件哦。还有。还有吗？还有。好。来，编号呢是24号，然后这一件就是穿到 L 号啊。没工厂。哦，不缓停嘞，好像缓停嘞，对。然后这件只有一件，喜欢的人会加一。弹性的，弹性的，有没有？它是弹性的，然后就是穿到 L 号就好，因为它的臀围只有到49，虽然它是有弹性，可是就是建议尺寸穿到 L 号。只有一件哦，只有一件现货哦，现货只有一件。喜欢的人赶快加一哦，喜欢的人赶快加一，只要1150，这样子。不然盖吧。那我们鞋子什么时候要去买？哎、欸，明天啦、啊。哎、欸，哦，真的、啊。阿姆哥要单一传简讯给我啊。嗯。哎呀，那我先拍照喽。他会说好的这样。对啊，他会传简讯啊，很贴心吧？真的。是啊，你无。哎呀，哎，无嘞，安尼，咱安尼算起来一，安尼1000块嘞。OK， 现货只有一件哦，好不好？这个是没有追加的哦。最喜欢的人线上加一，线上加一。好，那我换下一位。好，来，再来是这个米奇。编号是几号？250。来，编号25号，三个颜色，没有刷毛哦，毛巾布料哦，这件很便宜。然后颜色呢有咖、白、绿、咖啡、白色、绿色。然后它是连袖，没有肩线的。来，这件打折下来是960哦，960。胸宽57，袖长53。袖宽28，衣长57，可以穿到 XL 号，可以穿到 XL 号。然后一样哦，它的肩线啊，它是从这里有没有？
然后棒球衣的概念。然后这只米奇很可爱，它就是长得很怪的米奇，它的脚怎么会这样？它的手还是它的脚？它的手，它的脚，就是一只比较特别一点的米奇。然后颜色呢，绿色啊，绿色的米奇比较低调，比较看不出来。然后白色的米奇比较明显，这两个颜色的米奇比较明显，可以穿到 XL， 没有刷码哦。没有刷毛，然后我觉得他的下摆也做得很好看，他的下摆呢是做这种圆弧形的下摆，好，下摆呢它是有接螺纹，跟他的领口还有袖口一样，都是有接螺纹的，整件都是有弹性的，可以穿到 XL 号，可以穿到 XL 号。那我现在穿的是咖啡色，这样子，咖啡色。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来？进来朋友真的不要出去哦，我们后面有一些都是现货咯。哎，哪一件啊？哦，真的哦。等一下，二 F 三三的裤子要来了哦。只有一件哦。只有一件啊，要抢哦。然后我觉得这个颜色好看的、欸，其实三个颜色都好看、欸。然后我觉得米奇会比较明显的话，我觉得你们可以选咖啡或白色，咖啡或白色，可以穿到 XL 哦。毛巾布料，没有刷毛，很珍贵，好不好？有弹性，它的下摆呢做得很可爱，是做这种圆弧形的下摆。OK， 三个颜色再让你们看一下，来绿色、白色。咖啡，绿色、白色、咖啡，绿色、白色、咖啡。OK， 那我拍照咯。你们是不是在等后面的啊？我在上哪边来了？特价。你们是不是在等后面的呀？来，再来是我的裤子。来，我的裤子哦，这件一样没有刷毛，然后是黑牌家的，好白啊，黑牌家的。然后我觉得它颜色很好看，它是黑色，可是它不是纯黑。它是上面呢是有点刷色，然后裤子啊这里它里面是补这个有点豹纹，豹纹就是这里刷破，可是里面呢它有补布起来刷破，可是它不是真的破，它里面有补起来，然后这里也有，然后整件弹性非常的好，我现在穿 M 号，它弹性超好，版型正常哦，你。穿什么尺寸就是拿什么尺寸，好不好？穿什么尺寸就是拿什么尺寸，它有分 SML XL， 打折下来呢是1370，可以这样子配，然后后面口袋是这样，素面的，然后我穿起来大概是9分，可以配白色看起来比较亮。然后我们小帮手啊，尺寸都有字顶。如果你是穿什么尺寸，然后对尺寸有疑虑的话，你可以把那个字顶点开，上面有写那个尺寸哦，有尺寸表。OK， 然后再晕远一点。心里呀，在你的心里。
有没有人啊？对啊。可以跟我聊天吗？冷啊，冷啊，冷霸气，冷霸空气耶。喉咙真的会痛哎、欸，今天真的还蛮有点 K K。有点咳，我的喉咙真的会痛啊！我有带那个，就是韩国的，我们去买的那个喷的那个喷喉咙的。我这边以后脖子会不会是会越来越粗啊？一直勾一直抽，一直勾一直抽，会哦。讲到最后啊，脖子越来越粗。哎，我觉得这件的那个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，版型很美。它是 Nikki 吗？对 ，Nikki。可是滑雪，滑雪，我们在野卡鞋哈呢。嘿，阿雷亚，哎。加油！哎呀，你先滑雪吧，干嘛的？你先滑雪吧，咻滑雪吧，先滑雪，雪橇啦。然后这件的版型是可爱的，它其实是有型的，它跟一般的那一种大学 T 不一样，它的下摆的弧度啊是做的很美的，然后也是连袖没有肩线，这一件真的可以加，而且很便宜，看起来很瘦。不到一千块，不到一千块。然后裤子也可以哦，你们就是正常尺寸拿，好不好？正常尺寸拿，裤子就是正常尺寸拿。然后现在还没有刷毛，也没有铺棉，是就是这个厚薄度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穿的厚薄度，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穿的厚薄度。OK， 好，大家好，好、哦。来编号二十号，来，我想去看一下。
呀呼！我要不要当 A 白啊？我靠，我开了我。编号28，它的腰围31到56公分，56，我臀围也是56，然后长度82。对，几量？几量？起来就多量。来这一件从就是可以穿到 XL 号，可以穿到 XL 号只有一件 2F33 他们家的。一件只要1580，然后喜欢的话帮我打28咖加一，现货只有一件哦。颜色很好看，颜色真的很好看，然后重点是它版型就是两个两边的大口袋，旁边侧面有做那种装饰线，有做那种车线，只有一件哦，只有一件而已。进来哦，没人介意吗？如果没有人喜欢，我们就要这样顺下去咯，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很多衣服。对，我们还有很多衣服，我不就不要啰嗦了。就是，妈妈，这家吹没料，这家吹没，吹没小贼。对，所以我们就这样顺下去了。如果没有卖完的话，我们就是会放到粉专上面，让就是不敢上来上面加的，或是私讯加的，他们可以加，好不好？哈。然后你们如果喜欢的话，你真的可以买，因为这种薄款就是很适合台湾的天气。那件毛撤下来。好，毛。我剩到这一件毛哦，好，撤掉，撤下来。那我的裤子要不要脱下来？裤子有人加吗？裤子有没有人加？裤子没有。好，那我衣服就撤下来。好，那就不用拍照了，刚才衣服就撤下来。好，那我就拍裤子哦，非常好，非常有眼光，好不好？那我就是换裤子拍，裤子只有一件哦，只要1580哦。好 ，OK， 换下一组，一样是现货款。好，要够够够够够够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来，现货各两件，编号几号没？29，编号29号，编号29号只有各两件，白色两件，蓝色两件，现货款，超级便宜，没，今天要特价690的啊。来，喜欢的来，这件可以穿到 XL， 胸宽57，袖长20，袖宽24，衣长57，特价690给你们就好。特价690给你们，特价690给你们。他口加的，然后一样是这种没有连没有肩线的连袖，所以任何肩宽都可以穿。喜欢要喊29蓝加一，29白加一，特价690。然后这里图案笑脸，很可爱。后面长度刚刚好，不会太长也不会太短。蓝色、白色，蓝色、白色，现货哦，现货款哦，现货款。薄款的毛巾布料，薄款的毛巾布料，这件很好看，这件很好看，这件真的可以加蓝色。白色都好看，我这个蓝可以留哎、欸，这个蓝好好看。有在穿牛仔裤的，蓝色、白色都可以配，好不好？蓝色、白色都可以配。快一点，现货快一点，这个现货你们要加快一点。特价690真的很便宜，而且690还有给你们红利回馈，而且我们今天线上还有抽那个什么惊喜福袋，对不对？还有吗？没。我这样看是没有。来，再来是我的裤子，编号30号，编号30号。我现在穿的是 L 号，然后它有 F 跟 L， 然后一样是 Taco 加的，是吧？对 ，Taco 加的。之前有没有卖过啊？没有，那就没有。好，29是什么？这我是说裤子之前有没有卖过啊？啊，29是我刚才穿的那一件吗？不是啊，是我这个。那这件是几号？28啊。哎、来，我的裤子哦，有分，没，它又不是 M 号，要写 F， 对，那是 F， 它是 F 跟 L， 它口价是分 F 跟 L 号 F， 然后我们有制比，你的尺寸呢就怎么拿呢？如果你今天是 S 跟 M 号的人，你就是加 F 号。如果你今天是 L 跟 XL 大 L， 就是可以来加 L 号，然后没有刷毛，牛仔布料，然后它的颜色刷得很好看，就是有点黑灰色，黑灰色，
然后它的口袋呢是两个大口袋，前面有扣子，后面有松紧带，后面有松紧带，后面口袋是这样。这件的版型也超级好看哦，这件的版型也超级好看，而且打折下来才1210，真的很便宜，真的很便宜，好不好？来配短版的衣服都很好看。厚薄度呢非常的刚好，这种厚薄度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穿。然后它的裤脚这里啊还有车线，这件裤子很美哦，穿起来其实还蛮有型的。如果你是今天脚啊没有很直的人，你就是可以来加这种牛仔裤，就是有点微宽微宽的裤子，好看哦，好不好？ OK， 那我先拍照。好，来，编号来到了31号，只有一件，31号只有一件哦，两件啊、哦，两件了、哦，好，两件，限色限货、哦，只要590，然后胸宽55，长度64，一样，从 S 到 XL 都可以穿，可以穿到 XL 号。来，里面就是薄款的毛巾布料。只有两件哦，只有两件，后面有个布标，后面有个布标，特价590，特价590，要的包的几号？31，31，信加一，只有两件，只有两件，没还有吗？好，没有，好，那换我的裤子之后就一样。编号32号各一件，31，哎、欸，不是，是32。编号32哦，绿一件，信一件哦，现货款哦，哦，好便宜，只要1140哎，然后可以穿到 XL 号哦，它的腰围32到57公分，臀围52，长度87，穿到 XL 号只要1140哦，1140，这件哎。有没有？它弹性超大，腰围的那种弹性就是很 Q 弹，很 Q 弹，很有型哦。整件都有弹性，整件都有弹性。然后这边就有做那口袋，有车那种撞色的红色的线。这是编号32哦，有杏色，我身上穿的杏。然后旁边有两个大口袋，我觉得很有型，就是很像比较像工装的裤子这样。然后可以从 S 到 XL 都可以穿。整件都有弹，它的腰围真的很弹，然后这边就是有做两个大口袋，后面呢一样有做两个大口袋，有没有？后面这边，后面它一样做两个大口袋，布料是衬衫棉料，布料是衬衫的棉料，所以呢它就是弹性很好，然后不厚哦，就是正常的厚薄度，好不好？正常的厚薄度，颜色很美，颜色真的很美。只要1140的，快一点！要现货的话，特价就是要赶快加这个。没还有吗？还剩下绿色吗？绿色还有一件。哦，绿色还有一件，那新色没有了哦，剩绿色而已，有剩绿色的。喜欢的话，赶快在线上加，因为薄款的真的很少。现在韩国全部都是刷毛的裤子的，或是铺棉的，或是毛料的，所以要想。要找这种裤子真的很少，好不好？真的很少。没那还有吗？没有了。好，谢谢哦，谢谢。来，编号33，编号33各两件，黑色、红色，对不对？黑色、红色各两件，编号33。来，这一件呢、啊，打折下来是1120。8月份，一二，你要点蓝色吗？好，这边蓝色，蓝色有三，没价格，改一下。你是要抢200一染哦？这边这里。你要看多少？我算一下。
九百九。好，来，这件特价九百九，可以穿到 XL， 可以穿到 XL。然后啊，它就是一件比较素一点的上衣，可是它的材质真的很好，它的材质真的很好。然后手袖呢是宽的，有没有？它穿起来手袖是有一个立体的感觉，手袖是有一个立体的感觉，超级好看，超级好看。领口、下摆这边整个都是有车线的，整个都是有车线。颜色就是红色跟黑色。这件特价990，胸宽58，衣长60。胸宽58，衣长60。胸宽58，衣长60，这件超级好穿，棉料真的超级好穿，棉料哦，超级好穿，它是高级棉哦，高级棉，原价120，今天只要特价990给你们就好，990。喜欢的赶快打33红加一，33黑加一，33红加一，33黑加一，快点，还有红色，不是、啊，还有黑色，还有黑色，黑色也好看。黑色也好看，黑色也好看哦。没有，哎，啊，我还是穿一下，啊，我外国，哈哈哈哈哎，芬妮什么东西？芬妮三一信有买过可以取消吗？三一信你上面回哦。啊，有加到吗？有。哇！哎呦，那怎么办？芬妮。对啊。我们在线上，我们在线上就是有现货，现货啊，然后有特价就不能取消呢，芬妮。芬妮耶。好，来再来 ，OK 哦，啊，上衣没有了哈，上衣没有了哈。来换裤子哦，来编号是34，对不对？编号34号的裤子，编号34号的裤子，两个颜色，深灰、浅灰。我现在穿的是浅灰，我现在穿的是浅灰，这样看得出来吗？它是有点偏咖啡，咖啡灰，咖啡灰。然后这个颜色呢是有点灰，深灰就对了，深灰色。两个颜色其实很像，其实很像。然后材质呢也是薄薄的薄款，然后近看呢它是有条纹哦，近看它是有条纹的，一样可以穿到 XL， 腰围是31到55，臀围56，大腿啊不是，裤长86，喜欢的要喊34浅灰加一，34深灰加一，深灰就是这一件，浅灰就是我身上这一件，现货款哦，现货款，现货款。现货款哦，赶快加现货款，赶快加，可以这样子，可以这样子配，可以这样子配。芬妮，不好意思哦，芬妮，芬妮，可以这样子加哦，这样子。我身上这是浅灰，手上这个是深灰，一个浅灰，一个深灰，只有各一件，只有各一件。打折下来是1020哦，很便宜，1020。一样特价990好了，好，好，特价990，没改价钱，990，这里是8月份的，对，特价990，特价990，特价990，现货款哦，很珍贵，刚刚有加33的，可以来这样配一套，因为它是条纹，你上衣就是配素面，可以这样子配一套，这样子好看，可以这样子配一套。把它擦完，好，还有三回。好 ，Thank you， 감사합니다。감사합니다。사랑해요。사랑해。사랑해。사랑。OK， 换下一款。OK。哇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外套，外套，来来来，新款的外套，来新款的外套，编号35号，有三个颜色，有三个颜色，有黑色，然后有深灰跟浅灰，然后它的深灰跟浅灰是水洗的颜色，有没有？是水洗的颜色，
我是新朋友，如何接单？持平，持平。我们就是私讯，就是你可以私讯，好不好？私讯看你要什么方式接单都可以，好不好？看你要新货到付款啊，或是 seven 啊，店到店都可以哦，哈。新品，持平，不好意思。来哦，颜色就是有深灰，然后神灯穿的是浅灰，还有黑色。它的材质就是水洗布料、水洗棉衬衫布料，薄款的衬衫布料。来，编号35。编号35哦，来，这件的胸宽70。袖长50，袖宽25，长度60，下摆71公分，没有弹性，三色浅灰、深灰跟黑，只要1790，这件1790，因为它是有造型的上衣，重点是它的布料真的很好，两个口袋，这边有做两个口袋，然后下摆这个是可以抽绳的，看你要抽皱皱的还是不要抽都可以，会比较有型哦。它算比较薄款的，就是没有那么的厚，所以喜欢的话可以直接在线上加一，好不好？三个颜色都很好看哦，看你们比较喜欢浅色或是深色都可以，浅色、深色都可以，好不好？好嘞，个人介意，个人讲话。有没有人喜欢？这外套真的很好看，就是这种天气在穿，而且它很轻。然后水洗的颜色我觉得很好看，比较不一样。然后一样水洗布料只有韩国会做，好不好？水洗布料只有韩国他们会处理。哦，其实台湾嘛，不用水洗布料，大部分水洗布料都是来自于韩国。所以你们喜欢像这种布料的，你们可以直接建商加一，只要1790哦，哈、哦，1790。没有开始后面都用拍照的吗？然后写拍片子，然后下面留言好吗？哦，留言好，好几号编号几号啊？你有点。好，那我先拍照。好，我穿黑哦，
在里面做什么事、啊、一样的。看他这边有做三颗扣子，它是装饰的，是装饰的。后面是松紧带，然后做你看它裤子后面真的很长，有没有？后面裤子这边是有型的哦，哈、哦。它这个是有扣子可以扣起来，然后是有口袋的，它后面是有口袋，然后有扣子可以这样扣起来。整个版型有没有超好看？二 F 三三他们家的现货可以穿到 XL 号，腰围32到58，臀围55，长度87，有弹性哦。整件都有弹性，你看它整件都有弹性，然后可以穿到 XL 号哦。只有红色两件、哦。对啊，绿色一件，来，只要1460哦，1460超便宜，二 F 三三他们家的1460，你要去哪里买？然后喜欢的话，可以直接在线上加一，好不好？绿色也很好看，红色也好看，它的板子很挺。2F33 他们家的板子裤板都很挺，然后没有刷毛，就是像我们这种天气穿都可以，像我们这种天气穿都可以。你找毛海？对啊，我是整的什么呀？我跟我想问啊，我来找 KK。这一件真的很好看，二 F 三三哦，不然他们家之前像这种裤子一件都是要17801680，现在只要1460，超好看，超好看，你们很喜欢。二 F 三三吗？对，三四外套看一下，可以啊。小 B 三四那件外套超好看，对，有三个颜色一亮嘛，吼。三六红，对，三四是裤子，三四裤子啊，外小三十五才是外套，三十五才是外套，小 B 你攻35吗？啊，34以上，可以后退看裤管，可以，这样子看得到吗？它比较像，比较像老爷裤，比较像老爷裤哦，版型真的很好看，然后后面是这样。三五外套，有吗？来，三五的外套是这样，有黑色，然后有浅灰，还有深灰哦。小 B， 阿雷，三个颜色哦，三个颜色，三个颜色。然后裤子还有吗？裤子还有吗？还有红色。好，还有红色一件就对了。对，来，这是编号35号哦，哈，这件外套编号35号，来，各季的颜色，然后各季的颜色都是水洗色哦，不客气，小 B。来，裤子还有一件红色的，还有一件红色的裤子，还有一件红色的。这个红是那种暗红色，很好看的红，所以你上衣如果搭黑色，真的很好看，黑色、白色都好，或是粉红色、浅粉色，或是杏色也都很好搭配，好不好？这个真的可以加，它可以穿到 XL 号，这个颜色真的要买，因为它是那种暗红色，它不是那种很亮的那种红，就是不敢穿出去，不会，它这个红真的可以加，好不好？这个红真的可以。好不好？才1460呢，1460果粉，哟呼！好，那我拍照了、
个是深红色的哦。哦，
你们一定要答对哦，一定要照着我的规格。规格，慧萍。还有绿色。一定要照着我的规格，规格。你的绿色怪怪的。慧萍，你的绿色怪怪的。你的绿色要重打，绿色要重打。咖啡，咖啡，绿色，咖啡绿色，680，拜托一定一定要包色，拜托你们一定要包色，一定要包色，这件裤子超级好穿，弹性很好，就算你买回去去工作穿都值得，好不好？三个颜色一起买，工作穿、家居裤都可以，而且出去也好看，穿出去也好看，有型。口袋呢，就是立体口袋，口袋大小刚刚好，就是微微立体的，不是那种整个是两个真的很立体的那种口袋，不是哦。它的口袋是微微立体的，微微的一点点。然后上面呢还有一个布标，超级好看。后面有一个单边口袋，单边口袋。我现在穿的是黑色，还有咖啡，还有绿色，黑、绿、咖，特价680。黑绿咖特价680，什么？裤子680而已、啊。对，是。我拍照。你们自己加啊、哦。嗯。这个哈、哦，以后没有这个，真的以后没有了，因为没有了。他特价给我。对，以后真的没有这个，你们就是要等换季了啦，珍惜啊。对。要珍惜，而且它的口袋上面还有他们的 logo， 超级可爱。前面是衬衫棉，要是没有弹性的，它是袖子跟后面都是棉的，是那种球状的。然后一样特价300块，一样特价300块。所以喜欢像这种七分袖，现在这种天气穿的，你们真的要把握像这种长七分袖的长度，是很适合台湾的天气。然后特价300块哦，特价300块，颜色也很好看。要的帮我打40黄加1，40绿加1，40粉加1。还有三个颜色，特价300，我们还有红利回馈，所以一件才200多哎。之前那么喜欢的，我们还有红利回馈，让我别安尼花好不好？赶快哦，这一件在红利点数下，一件才200多块，所以我觉得三色都可以加，我觉得三色都可以买，因为它就是可以穿到。我量一下尺寸给你们。
L 好了，穿到 L 号，我穿到 L， 穿 L 可能穿起来比较贴，因为它后面是有弹性的。然后我们就建议尺寸穿到 L 号就好了，特价300块耶，300不要让我喊那么久，特价300块还要喊那么久，很累哦。三个颜色哦，三个颜色很好看，300块，真的300块真的可以包色。你看三件才多少？900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红利点数下一件800多块，是不是800多？所以然后喜欢的话，赶快帮我打编号40，黄加一40，粉加一40，绿加一哦，这个真的都可以加，特价300块哦，特价300。那我拍照喽，你们就自己加哈，因为温打工线下嘛，是有人会加。所以就是我就不要喊那么久了，因为它就是真的很便宜，然后韩国特价给我们，喜欢的话就直接加一咯，好不好？后面要吗？不要。好，我的裤子编号41号，然后呢，内购减那个 T， 金色跟绿色，然后各。这一个一件而已哦，来这一件，我觉得这件很可爱哎、欸，这件很可爱，它这边那个盖子这边有一个那个车一个步标是微笑的 ，smile 是微笑的，然后整件就素素的，两个颜色而已，两个颜色有杏色跟绿色，然后我量一下尺寸。然后一样特价，哎，你刚才特价多少？680。那一样特价680就好了。它的腰围35，哇，54，35到54哦。53啊，35到53。然后呢，就是建议穿到 L 号就好了，因为它。弹性没有很大，所以你就是穿到 L 号或是大 L， 好不好？叉 L 就不要了，叉 L 我怕你们会太贴，好不好？叉 L 可能会太贴，然后建议尺寸就是到 L 号、L 大 L 都可以哦，好不好？特价680，特价680，要的帮我打41信加一，41绿加一，然后一样就是薄的，所以他现在有做特价，薄款的有做特价哦。680，要的直接帮我加一，好不好？直接帮我加一哦 ，OK。好，那你们就自己加，然后只有各五件而已，这个也数量不多，就只有各五件，所以买到的人就很祝福你，因为就真的很便宜，好不好？它颜色真的都很好看，这个绿色是暗绿色的，然后就是建议尺寸 L 号或是大 L， 叉 L 不要，叉 L。我觉得会太贴，哈、哦，叉 L 可能会比较贴一点点，哈、哦。那看你们的穿衣服的习惯，那我先拍照喽。来，再来是我的腊肠狗，腊肠狗，编号几号？42，编号42号，喜欢的要打42紫加1，42灰加1，42黄加1，胸。51长62，胸51长62，那就穿到 L 号哦。我现在穿的是紫色、紫粉色，然后还有黄，还有灰，黄灰、黄飞鸿。来，一样特价300，一样特价300块，一样特价300块，一样特价300块，加快一
点哦，这个真的可以包色，好不好？真的可以包色，这个就是价钱要让你们包色的，这个价钱真的要让你们包色的。四二紫加一，四二黄加一，四二灰加一，四二四二四二，现在来到四十二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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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腊肠狗很可爱，腊肠狗真的很可爱，身体还绑了一颗气球呢。然后前面它的材质是衬衫棉，后面是棉，所以后面是有弹性的，后面是有弹性的。四二，疫情说：“阿姨，我竟然有跟到，赞哦，跟到了，很棒！快点，快点加起来，灰特价300的东西真的可以包色，因为这个价钱就是要让你们包色的，这个价钱就是要让你们包色的，灰、黄、黄，三个颜色都好看，三个颜色都好看，特价300，特价300。”那我先拍照。这个可以买给妈妈穿，买给姐姐穿，女儿穿，妹妹穿，这个送给她穿，她会很开心，她会很开心，因为300块而已，好不好？300块而已。再次啊，再次，好，好，那个这里你自己加哦。来，再来是我的裤子，裤子颜色只有杏色，只有杏色。实践。来，再来是我的裤子，材质呢是衬衫棉，可是它是有弹性的衬衫棉。它是算弹性棉，材质呢是比较偏薄款一点点，所以才有优惠哦。腰围是36到58，36到58。臀围呢是，臀围是57，臀围57可以穿到 XL 号哦，臀围57。长度是90，颜色呢只有一个颜色，杏色。然后它的口袋这里啊有缝三颗假扣，两边都是。腰围有配色，它是配咖啡色跟杏色。然后它的车线呢也是咖啡色的，这一件超级好穿，超级好穿。来，这一件一样特价，这件比较便宜一点。这件特价580给你们，特价580，特价580可以穿到 XL 号哦，特价580可以穿到 XL 号，特价580，这个都是有弹性的哦，整个布料都是有弹性的，有弹性，有弹性，这个真的可以当平常家，就是家居服工作，这个穿坏了用脏了都不会心疼，好不好？特价580就好了，特价580就好了。然后你上衣就是可以配黄色啊、咖啡色啊、白色啊、黑色啊都可以。杏色的裤子其实很好搭，大地色的色系啊都会很好搭，好不好？大地色的色系都会很好搭。然后灰色也可以配，灰色也可以配。安内吉苏吉晴扣够招。有这样一束1000块够招，超级便宜，这个真的可以买给妈妈穿，买给邻居穿，邻居的邻居就买给表弟了啦，买给邻居，就是我的意思是说，就是可以买给送礼啊，亲戚啊，送礼啊，对不对？买给阿嬷啊，买给妈妈啊，买给女儿啊，这个真的可以，真的可以，而且一次买个两三件，
拿去送人家穿都很有面子，啊、真的。而且才多少？580，然后还给你红利回馈，然后又抽奖，还有什么？超便宜，超便宜，就是这样，就这样就对。对，所以它就是便宜，欸，剩没有几款哦，剩没有几款哦，快结束了，所以喜欢真的可以把握，然后以后也这种东西会很少，好不好？啊、会很少，这个东西会很少。那我先拍照喽。而且穿起来很舒服，整件都是有弹性的，不会刺哦。好，好 ，OK。那换我的44号，是吧？编号。编号44号，颜色有。资料。
非常的好，请问我上班有交到吗？没，中平有交到吗？有，中平有哦，中平有加到。那我试试黄色还有吗？好，还有两件吗？那我先拍，那我先拍。好 ，OK。那换我的裤子。裤子编号是45号，没有十件哦。好，我看一下。咖啡。像水蜜桃的布料，就是它是秋冬的短裤，然后一样做特价给你们。它的腰围呢35，然后到35到55，所以我觉得 XL 可以穿，只是说 XL 穿起来屁股会是合身的。然后你们如果再穿合身的，你们就可以加，好不好？短裤我觉得可以。整个都有弹性，来特价480就好了。快，短裤哦，它是秋冬的短裤，然后呢，就是特价480就好了，好不好？那、啊、你们喜欢的话就帮我打45咖加一，好不好？45咖加一。婷婷有加到，平平有加到，平平呢？这一件裤子真的很好穿、欸、真的很好穿，然后就是特价480，快一点。Lisa 没有加到哦 ，Lisa， 然后它弹性真的很大，它可以达到55，所以呢 ，XL 可以穿，只是说 XL 穿起来就是有点微合身，屁股就是微合，啊呢 ，OK， 有弹性哦。啊？那个雪凤，你可以就是现场，就是可以先问我们，然后我们就可以问妹妹，或是呢，你就是我们下播之后10分钟至15分钟，你去你的来去逛逛里面看有没有喊到，如果你有喊到的话呢，里面就会有你的哦，哈。安呢 ，OK， 这样懂哦。然后这个就特价480，然后喜欢的赶快加一，特价480，帮我打45咖加一哦，45咖加一。整件就很好看，然后这边都有撞色，就不是撞色，就是有车线，这边有车线，好、哦，有车线，它不是素素的哦，它是有造型的，好、哦，好不好？我们剩最后两款喽，最后两款各位姐妹，我们剩最后两款，是特价的这个现货啊，真的很珍贵，你们可以就是可以先。买起来，夏天也可以留着穿，夏天也可以留着穿，冬天穿是有点冷啊，然后夏天可以拿出来穿，对、啊，因为真的很便宜。那我先拍照啊、哦，好 ，OK， 好 ，OK， 最后两款哦 ，OK，J。
四个颜色，编号是46，编号46号，颜色有黑、红，这个是桃红啊，可是就是打红，红，然后粉，然后杏，然后它就是一只猫咪，然后一个太阳，然后加英文字，是好、哦，然后这一件四个颜色哦，四个颜色。一样是七分袖，前面是衬衫棉，后面是棉，胸宽52，长度62，胸宽52，长度62，穿到大 L， 穿到大 L， 喜欢的要喊46杏加一，46黑加一，46红加一，46粉加一，一样特价300。一样特价300，最后两款了，最后两款，最后两款，耶！下播之后啊，可以去购物车看看你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如果正确的话，就可以结单哦。我们这个礼拜的直播就是到现在，到现在，就是到这里，到这里，到今天呐、啊，到今天，到今天，对，要分开打，今晚就可以结单了吗？对，等一下下播之后。就可以接单了。甜甜，是的，甜甜儿。对，杏色、黑色、红色、粉色，它的红是桃红哦，红是桃红，300块，好超甜，小黑黑，小黑黑呀、啊，黑黑呀、啊，真的有够小啊，没有下一次了啦。把握哦，把握把握，希望你们可以加两色三色，因为这个一色不够，一个颜色真的不够，好不好？一个颜色真的不够，这个真的要多买，这个真的要多买，什么颜色都很好看，没有地雷色，不会配的颜色下面就是配牛仔裤就对了，好不好？不会配牛，不会配的颜色下面就是配牛仔裤，牛仔裤 ，OK， 你们自己加哦，拍照哦，好。好，杏色不用拍。没关系啊，就这样拍，就被他穿了。好，好，好 ，OK。来，再来是我的裤子，编号是47，编号47，颜色有粉。黑咖啡，粉黑咖啡，然后它是薄款，薄款，然后前面有两个翻盖的口袋，口袋上面呢还有一颗装饰扣，装饰扣上面还有绣红色的装饰线，是红色的装饰线，然后材质呢薄款有弹性，前面这里呢有两条前车线，所以穿起来呢。裤子也是有立体感哦，然后后面有两个竖面的口袋，腰围是34到58，34到58，然后臀围58，臀围58，长度93。可以穿到 XL， 布料有弹性，布料有弹性，可以穿到 XL。喜欢的要喊47咖加一，47黑加一，47粉加一，特价。哎，我的，尖叫片。哦，特价一样580。哦，我的缺氧。580，一样580给你们就好。580，三个颜色580。也真的很便宜的，我跟你说，买到真的赚到。你脾气的话，我就用韩国的特价，就用脾气率两三倍，等来筹钱。穿起来版型很好看哦。那个穿起来版型很好看，没什么没叶哦。那个不用打，不用打咖啡，直接帮我打咖就好。就47咖加一，47黑加一，47粉加一，一定要打正确才会入单哦。都是有。
拜托你们买一件给妈妈穿好不好？买一件给你妈妈穿，妈妈，嘿，妈妈呀，买一件给妈妈穿，因为真的很好穿，妈妈有弹性，很舒服，真的很舒服，对，然后薄款580啊，真的可以 买给妈妈穿，然后你们自己上班也可以穿，对啊，因为有时候上班真的也不太适合穿的太休闲，太不舒服，太紧，然后像这种休闲裤，好。这种休闲裤啊，你就是上班穿，然后因为有弹性，你在工作的时候蹲站都很舒服。深粉色、哦，深粉色，没有加到的就加粉色，粉色也好看，粉色很美呢。拜托加一下粉色吧，我觉得粉色好好看。粉色你上衣就是配黑色、白色、白色都可以，咖啡色，我觉得配咖啡色最美。粉色哦，粉色，580，粉色配咖啡色绝配。你们回去啊，粉色不会配的人就是配咖啡色就可以了。都没有人加粉色的，真的。要再加黑跟咖。加粉色，只有一个人加。啊？只有一个人加。真的假的？我要换。粉色真的很好看，两个加吧。三个加你好，然后请转工表啊！对，我是哦，粉色很美，扣扣扣扣，你唔捌回我见面哦。粉色很美，不要害怕穿粉色，不要害怕，粉色是。很美丽的，很美丽的，来粉色，粉色配咖啡色也好看。我在学习有没有超敬业？有。这个咖啡也可以配咖啡，然后像这种咖，因为这个有点偏橘色，这个咖啡也可以配粉色。有没有？我跟你说，咖啡色配粉色真的很好看。咖啡色来配粉色，很美，很显色，很显色哦，好不好 ？OK 哦，粉色这样子穿给你们看哦，粉色真的很好看，粉色真的很好看，可以穿到 XL 哦。这个拜托你们一定要包色啦，这个买一个颜色不够，买一个颜色真的不够，而且它的粉啊是有点灰粉，灰粉，有点灰灰粉粉的，这个粉色好看。它不是荧光粉，也不是芭比粉，这个粉色是最好配的颜色。OK， 我先拍照了。好，你的喉咙快死了，被长茧啊！好，喉咙被长茧啊！喉咙长茧就惨了。有没有什么？没每次要唱嘛？都吵起来，怎样唱嘛？都觉得喉咙这样痒痒刺刺的。好了，我们卖完了， yeah! 然后总结，今天下播之后先去购物车检查你的东西对不对？ Hey. 下播之后给小帮手一点时间，大概15分再去看。如果正确的话，没有问题的话就可以结单了。我们这个礼拜的直播已经没有了，好不好？就到今天。是。下个礼拜一以前是我们的结单日哦，结单日哦，下个礼拜一以前一定要去结单。我们的关键是有没有？我会记得去结单。不是怕喝剩的哦，是要真的要让你们要去结单哦。对，我会记得去结单，因为结单有很多人就是喊一喊，然后没有结单。对啊，那根本就是那没有意义啊，没有意义啊，根本就不是真的想要买，因为我觉得真的结单是最重要的，好不好？结单是最重要的。好，粉色继续加吧，那我们就要下播咯。然后今天线上加一的，我们会抽两名福袋，公开分享加留言关键字，我们今天会抽两名300块。然后你们可以就是去粉专看一下自己有没有中奖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， okay. 谢谢你们的支持哦，各位。